大家好，今天啊，我们开始学习中国绘画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学习的同学，我左手边的是孟加拉的若水和也门的云帆同学，我右手边呢是津巴布韦的美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洪杰。中国画啊，分为山水、花鸟、人物三大分科。这个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到六朝的时候啊，逐渐成熟。隋唐的时候啊，开始盛行，五代两宋，然后流派进出，山水画盛行，山水画成为我们中国画的一个大的分科，就从这个五代两宋开始，然后文人画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有发展，而到元代的时候啊，画风逐渐开始有写意，明清和近代又有发展，在魏晋南北朝、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啊，先后受到了佛教艺术还有这个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。中国画呢，强调这个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，要讲究啊，就是在意在笔先，然后强调这个融化物象，然后融于内心发展。然后创造这个意境，就是造境嘛，造境。然后花鸟画讲究这个情调，人物画呢要传神，山水画要造境。然后咱们这个表现形式呀有很多种，分为这个壁画，就是画在墙壁上的绘画，然后呢屏障，还有这个屏风，还有卷轴。我们的这个后面这个三幅就是卷轴绘画，还有这个侧页，这是侧页，下面这个是侧页，能打开的这种侧页，还有这个是折扇，这个是折扇，还有团扇的，你看看这个是折扇。在传统的装裱工艺装潢啊，它就是这个装潢，这个装潢呀、啊、是个西方的词，但是我们的中国话叫装裱，在宋代的时候就这个立轴的装裱。我们这幅画是宋代的，范宽画的《西山行旅图》，这个是早春图，还有这个是阴戏图，这是山水和人物画，还有这个画用到了花鸟画作为背景来说，这三幅画的这个原作现藏于这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国绘画用的工具，一般有这么几种，就是笔墨纸砚。首先讲一下毛笔，毛笔啊，它分为这个狼毫、狼毫和尖毫。这个呀，就是狼毫，狼毫是不是狼的毫？不是狼的毛啊，是黄鼠狼的毛，一定要弄清。这是狼毫，它的特性啊是比较坚挺一点，画画的时候线条比较坚挺一点，也比较好用一点。然后还有一种是羊毫，这个是羊毫，看一下羊毫。还有一种是尖毫，尖毫就是这个羊毫和狼毫的相间的一个东西。这个羊毫的特性啊，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比较强，它这个笔根啊、笔肚啊，还有笔尖儿，笔根是这个吸水比较好。我们在用的时候，一般会用到三分之一处，不能全摁下去，全摁下去就会伤到毛笔，好吧？一定要记住。然后呢，墨呀。中国画用的是画画用的是墨块儿，这是古时用的墨块儿。那后来现在咱们一般用的是墨汁。这个墨块儿又分为这个油烟和松烟。油烟墨它的特征比较浓重一点，比较黑发亮。松烟呀，用的是这个比较发这个冷色调，在我们山水画里面染这个松针啊。然后这个云水的时候用的比较多，它这个气韵比较好。画人物画的时候染头发和胡须的时候用的比较多，叫松烟，比较悠久。我们这个墨块和砚台要配着用，这个先从这个水鱼里面取点水，然后拿这个开始这样磨墨。来，你试验一下。
对，一定要慢啊，一定要慢。对对对，我们在磨墨的过程啊，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。我们要中国画讲究意在笔先，然后沉竹在胸，这样画的时候，可能会在磨墨是在一个思考的过程中，慢慢的去想我们的画该怎么画。然后呢，纸啊有分为这个熟宣和深宣。这个熟宣的这个特征啊，特性它是比较这个画工笔用的比较多，然后呢它是不会阴，不会渗画。然后深宣呢，画写意画用的比较多，它会渗画。因为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蘸点这个刚才磨的墨，咱们试验一下。你看这个是，熟宣，它就不会影响。你看，就是画成什么样，它就成什么，它不会再扩散。这个是深宣呀，它就会阴化、生化。你看，它就会走。它就会往两边渗化，然后你来看一下这边，它就不会阴，是这样的，这边是它就会阴过去，它就会阴走，所以它这个特征就比较明显一点，这是纸。然后这个砚台啊，是中国有四大名砚，分别是端砚、歙砚、陶砚和澄泥砚。我们用的这一块是陶砚，产自我的家乡甘肃甘南的涿泥县陶砚乡，在洮河边上，从宋代就开始开采了，所以这个历史比较悠久。还有中国画用到的这个色彩啊，比较现在比较丰富，但是它有两个大的类别，一个是实色，一个是植物色。像这个石青、石绿，它是矿物颜色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实色。然后植物颜色呢，花青啊，这些都是比较植物颜色，因为它有透明性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二青，这是二青颜色，你看一下。中国画的颜色，它和这个颜色可以看看，也可以闻闻。但是中国画有一个颜料你不能尝试的，就是藤黄。藤黄它有毒，不能尝试，好吧？你不能到嘴里面去，它会有剧毒。好，现在咱们学习一下中国绘画的基础，好吧？简单的笔法和这个墨法，行吗？首先我们要学习中锋用笔，中锋，毛笔拿直，垂直。拿毛笔的时候是这样啊，双钩这叫，两个指头这样，这样拿直了，拿正。这叫中锋型笔，然后这是侧锋，把毛笔放平了，也叫扁锋，是吧？这样，还有一个是从下往上走，逆锋。这样，就是，然后把毛笔调整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水呀，给它告下去，然后呢，蘸墨，浓墨，这个。就是浇墨，然后蘸上一点点水。这个是浓墨，浓墨重彩的浓墨，再蘸水，重墨，继续蘸水，这个是淡墨，把这个毛笔上的墨汁。基本上洗干净了以后，我们的笔洗里面的水上来以后，这个就叫清墨，好吧？行，对，先蘸墨是。中锋，毛笔拿直，拿正，对。这样不对，这样，这个不能动，手腕不能动啊。
好，侧分，对，放平，对，好，好，逆分，逆分是从下往上，是，好，然后怎么，对，蘸墨汁，全是墨汁，这个就叫浇墨，对，好，不是，再洗笔。洗点把墨洗点下去，加点水，墨里面加点水，这个是浓墨。我们中国话讲墨分五彩，好，再来再洗一下，沾点水，这叫重墨。好，好，这个就是淡墨了，对。对，再洗干净。好，这是清末。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先回吧。好，行，同学们，这个是我们画中国画的一个比较基础的用笔方法和墨色的讲究，和还有它的这个墨分五彩的这个我们的中国画的应用方法，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绘画这个梅兰竹菊的时候，这些我们都会要用到，行吗？那么咱们接下来一边讲，然后一边画，咱们共同学习梅兰竹菊四君子的画法，好吧？好，咱们现在来开始画梅花。这画梅花啊，得用这个大一点的笔画它的老干，墨要重一点点啊。从这个咱们这一个 S 型的构图，从左上往右下方画。先一定在画的时候注意这个梅花它这个结构特征。有一句话叫“苍如龙，曲如剑”，就说的梅花它的大的枝干、大的干，主干上它是比较弯曲的，它是小枝发的比较有力量，比较劲健一点，好吧？大的干，这是一个 S 格图。还有一个，它的这个树枝干在交叉的过程中是女字形，这是它的特征。还有一个眉部艳点，这个点呀，它是既是画面的点线面的组成部分，也是我们这个梅花它身上的一个斑点、胎点。大概先点一下，先把它大的枝干画出来。一定要注意这个大小枝上要中锋用笔啊。好，咱们大的树干画完了，咱们再调点这个，让它淡一点，因为这一笔的墨已经用尽了，然后要拿淡墨来勾一下这个花儿，然后一会儿咱们这花瓣上还得要拿别的颜色来烘托一下，墨一定要淡墨啊。然后梅花它是五瓣组成的，所以我们再画，先拿这个勾一下它。钩子这个过程中，要注意这个疏密关系，它的这个位置、花瓣的这个方向、大小、聚散都要有。
注意这个用笔的时候的提按关系。它要沉足。我们在画梅花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它的这个精神得画出来。铁骨，它的这个树干像铁打的骨头一样，所以它要有苍劲一点，有力一点。而且中国画儿这个讲究留白，对画面的这个既白当黑，还有它的构图上的这个布置上，非常的讲究，所以在画的时候，我们的画面在分割整个白纸的时候，一定要你看这样这样这样下来，这样这样上去，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走势。这样花儿已经勾完了，勾勒完了以后，咱们开始点点苔点，把这个花儿花苞把它连到一起。这个呢，就蘸一点点水，然后不要用这个浇墨，用这个重墨就行了。它这个花托到枝干边上的这一个小的，咱们拿这个墨点一下。还有一个是我们从大的干上出来的小枝。也要拿这个提一下，这样的话就把它就串到一起了。再点一下，补一下这个苔点。树干上有些地方找补一下。打这个苔点的时候啊，一定是有浓墨有淡墨。而且这个苔点有大小、方圆。好，咱们来脱一下颜色，脱一下颜色，咱们就开始。它的树干上也上个颜色，咱们要用一下这个赭石色。梅花用这个是青或者是这个绿都行，用干净的毛笔。一定要上淡颜，淡一点，颜色一定要淡。顺着它的生长的结构，
大的这个树枝和老干上画一下就行。这个胎点有些地方也点一下，顺着它这个画的花瓣把这个点上，它这个蕊。点这个花蕊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。注意这个聚散。好，下一步咱们就是题字。梅花刚才咱们讲的是铁骨，咱们就把那"铁骨"两个字写上去。然后它是在冬天开放，它要迎接春天到来，所以咱们写"铁骨生春"。在这个位置上题字，写个时间，写现在是咱们中国是辛丑年，现在是冬天，咱们就写冬月，是在辛丑冬月。然后写上名字，云堂张中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完成了一个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盖个印章就行了。我们接下来呀，学习一下这个兰花的画法，一笔长，两笔短，三笔破凤眼，咱们到底看看到怎么破凤眼，好吧？蘸上这个兰花的花叶子呀，得要画的墨要重一点，然后呢，花画的淡一点，从左向右边画，左下方到右上方。画这个兰花的时候要有提按关系，提按。一笔长，两笔短，三笔破凤眼，破这个凤眼，要有收回来的这个用笔状态。这样的话。一二三四五，就是五笔，叶子要画单数啊，五笔就够了。摁下去，提起来，一笔，两笔，三笔，四笔，然后画上一朵花也可以，画上三个也可以，都是单数啊。好了，然后咱们再点一下这个花蕊。一会儿点，咱们先把这个花的茎画上。它是这样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的画。这样就
就行了。然后把这个拿浓墨，把花心点上就行了。点的时候就跟书法写字一样，一二三，每一点之间它是有呼应关系的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了，这个兰花就画完了。然后题字，这个兰花它是往这边走，但是咱们不能把这个势都往右边走。我把这个地字落款落到这个左边左上方，让它这个势往过拉一下，它就正了，也就好看了。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空谷，兰花在空谷，它幽谷里面，它比较幽静，所以咱们就写个空谷生香，或者写个空谷美人都可以啊。空谷美人，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兰花就画完了。现在咱们接着画竹子，因为竹子它比较坚挺，所以我们要用到刚才用的中锋用笔，这样写跟写字一样。它这个生长结构啊，是从那个地底下竹笋出来以后，一节一节的在逐渐的增长增长，到中间是最长的一个，然后呢，它会越变越细，到竹梢上它就没了。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。咱们现在开始画。画竹子的时候，一定要慢一点，而且竹子也很难画好。其实，虽然它是花鸟画的个基础，但是也是非常难。我们开始写啊。画的时候注意这个一节与一节之间的这个就笔断意连的这种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大的枝画好了以后，继续画这个小的枝，就这一笔墨就可以画完了。预计好，布置好我们的画叶子的地方，因为叶子它是长在这个小枝上的嘛。然后咱们来点重一点的墨，把这个竹节上的这两个点给它画上。画这个的时候，注意这个两个点之间的呼应关系。像书法里面点两个点，刚才讲的这个兰花里面的那个花心儿是一个道理。就一边靠上，一边再稍微离开一点，这样的话效果好一点。好，咱们点完这个竹节以后啊，咱们开始画这个竹子的叶子。叶子的这个墨要重一点。
所以这个画这个竹子的时候也比较过瘾，尤其是写这个竹叶的时候。为什么说写竹叶呢？因为竹叶里面有好多个字，个字、人字，然后分字儿。这个是画竹子有一个疏密对比的说法，叫密不透风，疏能跑马。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，就是疏密对比要强。而且要成组的画，叶子一组一组的画。好，我们是小枝上的，来两个刚长出来的小叶儿。咱们落款就行了，因为它这个势是往上往右走，是从左边开始往右走，再往左走，这样回收的一个。那这样重心是在上部分，我们落款就要落在下边，右下角这有点空，就往这儿落款就行了。竹子因为它长得高，而且又中间是空的，所以落款的时候给它写这个“凌云志”或者是“素心”都可以啊。咱们就写一个“素影摇风”吧，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画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菊花。现在已经画了这个梅花、兰花，还有竹子。咱们接下来画菊花。菊花在画的时候，咱们在边上配一个石头，它看起来比较好看。画石头的时候要拿大一点的毛笔，然后就一笔成啊，蘸一点墨。因为石头的上面重一点好看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，从上面开始。就是把它的笔肚、笔根全都用到了，但是还是在写，然后拿淡墨，个别地方再找补一下，再找一下。把它的形再收回来一点。然后画菊花，咱们得要画，开始从那个花头开始画，菊花的花头，还是淡一点的墨画。我们在画这个菊花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我们的菊花它跟碗一样，它那个芯儿在中间，然后往四面发散这个花瓣，所以在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，而且它是多层的，前后的虚实关系，得要把它把握好啊。要注意运笔的提按关系。
还有它这个花头的方向，都很重要。它是从这儿，这个画的构图是从这个右下角起来，往上走，上去了以后再往左倾斜下来，就这样下来就行。还有这个前后、大小都要有。它有一个斜的一个，就要有一个正的，这样的话，就它们有对比，看着好看，不光是一个方向的，它就显得比较呆板。就是全开的、半开的，还有含苞待放的，都要画啊。它从这边下来以后，往上折一下，然后把这个花苞就可以把它折一下。然后它的这个花苞这个朝向也是这样的。咱们是花苞，然后再加上花，总共是画了5个。然后顺着这个笔啊，干一点的、淡一点的，把这个菊花这个枝干给它画了。画枝干的时候，这个。笔干一点儿，这样出来的好看一点。然后画这个菊花的叶子的时候，都要浓淡都要有，先画浓一点的。这个就中锋和侧锋都要用。这个叶子得要有动态，而且要有疏密。中国画讲这个气韵。而且花鸟画又讲情趣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它的构图上的变化。它一般上颜色都是黄颜色，咱们这儿刚好有个黄颜色，也是这个上颜色的时候，因为现在这个笔尖上的颜色比较重一点点，咱们要从外面向里面收。画画的时候，从这个外面，从这儿往这样画。就从那花瓣的最前面往这个花心儿这块收，不能平涂，还是一个花瓣一个花瓣的去把它写出来、染出来。平涂了以后啊，它就
显得死平板。这个花头染完以后啊，有些地方可以染两遍，就为了把它颜色提得更亮一点。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这个把它主次分开。其他地方也来点儿。剩下呢，咱们就开始把这个液晶勾了。勾液晶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拿这个浓一点的墨，干一，要比较干一点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叶子是湿墨画，所以要干的去破一下它。而且叶子有浓有淡，我们要拿那个浓墨来浓破淡，把它都要破开，干一点的。顺着它的这个勾一下液晶就行了，不要都勾了，这个意思到就行了。然后这个勾完了以后，还是浓墨，把这个花心点一下就行了。点这个菊花花心的时候啊，就很少，就是有几点就行了，不要太多，太多了就把这个这个颜色破了，就不好看。一定要等这个上了咱们这个颜色，黄颜色稍微干一点再点，不然的话。它全部晕开就摊在一起了，也不好看。但是也不能全干了，全干了以后它又在上面浮了呢，又不好，所以要半干不湿的时候点上去。还是跟着这个结构走，跟着山石的结构，也不要全染了，要留上一部分白。然后把这个树干、树枝，我们这个菊花这个枝干，也拿这个赭石这样走一遍，这样显得有色彩变化。第二，还显得它活生生的，有生命力。现在题字。陶渊明有一句诗叫“采菊东篱下，东园秋色”，因为菊花开在秋天。
好，我们这个菊花就画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梅兰竹菊四个都画完了，然后总结一下啊，咱们这个整体的，在这个画这个的画这四君子的时候，注意他们的第一是构图，第二是用笔，第三是墨色的变化。然后最主要的是，我们在画它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和理解它的生长规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画的时候可能要更把握它，而且表现的会更好一点。而且还得要知道，我们中国画的讲究的是气韵，我们花鸟画又是要追求的这个情趣，所以在这个构图上要多下功夫，好吧？好，现在咱们来先印，先看一下这是个印泥盒，这是印泥。这我拿上印章过来，这个印章在盖的时候要看好这个方向，因为它这个刻了边款的是在左边，不要盖倒或者盖反了。转圈再打，打好以后把这个印泥放在边上，然后把这个纸捋顺。开始盖印章，盖在这个纸稍微向左移一点点，不要盖在正中间。好，这一个就完成了。汉语桥。